清楚，我们的行动不会停止。如果针对我们的几个诉求，第一个，我们要求政府针对劳保破产的这个事情立刻提出，立刻提出决策。如果没有，我们会再上街头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求本劳外劳薪资不脱钩，基本工资立刻调整。第三个，派遣外包，我们反对派遣外包。现在有50万人是派遣外包，还有那么多的廉价外劳，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苦。我们要求立刻终止派遣外包，全面正职就业。最后一个是官场连线的阿公阿妈，今天六部一块苦行过来。车的钥匙在这边哈，一号指挥车到这边来认领哈。